在这样，我们爱的初选呢是三位男嘉宾都选了一个在他们心中认为能够代表他们的一个小图标。爱的初选，女嘉宾共拥有十颗爱心，根据三位男嘉宾的自选形象，女嘉宾给出首次心意值分配。我们来看看今天三位男嘉宾的图标是什么样子的。通过这个图标你可以分析一下他们三位什么性格。第一位这个是不是冲浪呀？对对对，是冲浪，好像是。对，他应该平时比较喜欢这种极限运动。你没仔细看哈，也可能是后边那开船的。啊，那就比较会享受生活。估计热爱运动跟你的这个爱好还有点像。哎哎、哦，是的，有道理。上船坤呢和我们女嘉宾的匹配程度是中配，最匹配的部分呢是情绪稳定性，相对来说比较不匹配的部分呢是价值观，特别是一些信念的部分。孟令达呢？太阳要落山了，可能住了一个老灵魂。孟令达和我们女嘉宾的匹配程度是中配，最匹配的部分呢是偏向于家庭内部的家务的分工，还有呢家里面谁做主。比较不匹配的部分呢就是婚后要不要和父母同住，要不要养宠物这些部分。这金世尧，你通过这个小蜜蜂能大概理解他要表达的内容是？小蜜蜂一般是代表着勤劳，蜜蜂采蜜嘛，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金世尧和我们女嘉宾的匹配程度是中配，最匹配的部分呢是兴趣爱好，匹配程度较低的部分呢一个是对生活的作息，另外一个呢是秩序感，就是家里喜欢整洁还是混乱。那个向传坤，你选冲浪这张图片的寓意是什么？是这样，我选这个冲浪的原因呢是我比较喜欢跳伞、冲浪、潜水包括攀岩之类的这种极限运动，我很喜欢这种挑战。然后呢我是一个喜欢享受生活的人，我就比较喜欢去海边景色比较好的地方，所以说我选择了这张冲浪的图片。热爱生活，喜欢极限运动，是不是还挺符合你的这个寻找的标准的？对，跟我的这个兴趣爱好有点相同。太适合了，一个人也是玩，俩人也是玩，对不对？哎，向成功，我想问你，如果你要跟女朋友约会，你们俩都要选择一项运动的话，你会选择哪项运动带她去玩？刚开始吗？嗯，如果刚开始的话，我会选择危险性较低的卡丁车，然后或者是攀岩。那最后终极想和媳妇儿挑战的是什么项目？跳伞是我最终想挑战的一项运动。你还没有玩过跳伞吧？没有。想玩吗？哦，我想尝试这种刺激性的运动。我刚想刺的他，不为我女儿的安全着想。但是这个蔡妈妈要在有保护的前提下，我有这个想法。对，可以有一个人带着你去跳伞，对吧？对，两个人也是跳，三个人也是跳。对，蔡妈妈要一起跳吗？我不要。蹦过极没有？没有。先蹦极。别了，特别吓人，我也没蹦过。你只要做了这种极限运动，你喜欢，你肯定敢跳伞。哦，都一步一步的，嗯，可以尝试。对对对，好，来，我们来听听这个孟令达的。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旅游的，所以说我选了一张我自己拍的风景照。这拍的是哪儿的风景啊？腾格里沙漠。所以你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喜欢出去旅游？对，我是因为特别喜欢出去旅游，就一旦是有时间的话，我会选择去很多地方走一走。你都自己一个人去旅游吗？还是会跟谁结伴而行的？会自己去，但更多的是跟朋友们一块出去。啊，高敏喜欢旅游吗？嗯，时间允许的时候会一家人出去旅游的。那接下来咱们看看世尧，你选的这个小蜜蜂是什么意思？我选择小蜜蜂主要原因就是它非常的勤劳，是我现在的工作状态，也将是我以后的工作状态，所以说我选择了小蜜蜂作为我的头像。哎，一个1.9米的男孩选这么一个卡通的小蜜蜂，那不一样。有很多这个身材高大的人，他内心往往是很童话，很童话的哈，也是有童心的。对，而且蜜蜂勤劳之后，其实是可以尝到生活当中的甜的，因为它采的是蜜嘛。
是的，人只有勤劳，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一定会勤劳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更甜美的生活。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爱的初选，有请房昭敏进行第一轮的爱心分配。哎，还给了小蜜蜂了，为什么呢？刚才他说的这个小蜜蜂代表着勤劳呀，采蜜呀，我比较喜欢这种生活态度。嗯，我觉得生活就应该是积极向上的，比较乐观一点。真是感叹女生的脾气真好，性格真好。她性格特别好，她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见过这么多女嘉宾当中性格最灿烂的，她就是特别纯自然的，你知道吗？没有任何的掩饰，特别阳光啊。